翻嚟新聞時間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日到澳門出席博鰲亞洲論壇，澳門方面話佢同代表團要先後接受兩次檢測，結果屬陰性先至可以有限度參加喺澳門嘅活動。澳門應變協調中心話，香港代表團到澳門前剛啱結束內地訪問行程，到澳門前一日、離港前同埋抵達澳門後要接受兩次病毒檢測。兩次結果是陰性，才可以在24小時之內有限度參加在澳門的活動。活動都是由接待單位安排，實施閉環管理，不會在社區活動。應變協調中心說，措施可以確保論壇安全舉行。